种明目张胆坑人的商家真是太嚣张了。你知道来俄罗斯吃什么最划算吗？就是这种鱼子酱，这个东西啊，在俄罗斯都没有大白菜值钱，所以来到俄罗斯你可以放开了吃。真能买到这种白菜价的鱼子酱吗？师兄今天必须见不下这个黑幕。买了79.8，到手两罐，平均40块一罐，每罐竟然是105克，就没有看到一丁点鱼子的成分。扯了点鱼汤，配点海藻酸钙，这冲鱼子酱会有人合适吗？既然都山寨了，不会给哥们劝你商量吧？全部给他挖出来，上称称一下。看好啊，这是去皮桂林过的。实际接下来是215.2克，重量没有问题。现在算下来，这山寨鱼子酱和185块一斤。大家说这一罐的成本它能有多少？看着确实跟视频里的鱼子酱挺像的。吃完师兄给大家揭秘一下，这里商家是怎么套路消费者的？师兄测毒，你必须得服。无毒尝尝。它的口感类似于珍珠奶茶里的珍珠，软了吧唧的，还水水的口感，除了难吃就是咸。而且类似视频全网还有无数个，看完一波举报后，万个身份又卷土重来，综合评价。